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00集啊，我们姑且称之为 P1。这一期的话呢，主要是应大年初一啊，虽然我现在录影的时间是除夕的晚上，但估计公布影片已经是大年初一了。那我这一期的话呢，闲聊一些东西，顺便给各位做这一款啊，这是一本书哈，《变形金刚视觉史》，大约数个月以前。我的微信上面有一位好友呢，他说呢，目前有一本这个《变形金刚视觉史》的书本呢，在做一个众筹。那他觉得这本书呢，蛮有意义的。那他其实呢，帮我付了这个众筹的钱，然后把我的名字呢，留在了这本书的众筹名单里头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也有购买这本书籍的话呢，你应该会在结尾的地方看到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被分配在狂派的那个位置里头。那如果说你拥有的话了啊，那这本书的话呢，应该是只有在大陆发行。那台湾的朋友如果要购买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去想办法了。那我收到的时候呢，是很大的一个箱子啊，那包装盒非常的漂亮啊，这个反光啊，这个非常有质感。那正面的话是方舟，还有赛博坦行星。那盒子的话呢，在这一面是一个 Autobot 的一个标志，转到这里 Transformers。然后这里是一个 Decepticon 的标志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想当然尔啦，也是变形金刚了。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打开吧啊。目前呢，这个地方打开的时候呢，其实会有点小惊喜的啊。对，它这个盒子一打开的时候呢，里头。这个有安置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应的一个装置吧，你会听到大陆配音版本的G1 大电影里头声波的声音，然后这里头可以看到呢是大批的，哎，我拿反了对吧？这样子啊，这是 Autobot 的许多 Q 版的成员，这个应该是同好朋友们自己去画的啊。那可以看到，它尽量的有去贴近到人物的比例。中心是 Optimus Prime 啊，虽然说打开的时候是声波的声音，但是里头的人物呢，却是博派的成员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！真的，我初打开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是吓了一跳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里头的内容物呢分几层，首先我们看到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看上去还以为是什么毕业证书啊，然后转到这一侧一看啊，这个实际上声波的。这个肩炮啊，对，它做成了声波肩炮的一个造型。然后这里写着 Transformers，里头的话呢，就是一张海报啊。这个海报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给取出来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是历代的变形金刚，就是等于是一个编年史嘛。这个相似的内容好像在。一些官方的产品或者宣传的海报里头是有机会去看到的，啊，就历代从 G1 的卡通啊，到后面的，这个激起爆炸性变形金刚粉丝增加的真人电影前几集，啊，到后面做到烂的变形金刚的一个第五集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大黄蜂的独立电影之类的，这个只能说它的包装盒。做得非常的有意思，它是就这个啊，声波的肩炮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给收起来。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本小册子，那其实这一本的话呢，只能算是导览指南，它还不是我们这一次正式的书本。那后面这里，变形金刚，对不对？超越所见，就是其实这一句话。就是 Transform the Modern VC Eyes，Modern VC 就是 G1 的那个主题歌里头有一句歌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变形金刚超越你所见。那这个绿色的，这个应该是 G2 的米卡的。那这一本导览的话呢，就是其实它的内容呢，跟最后那个成品的话呢，是有蛮多地方应该是类似。那里头就是早期的变形金刚的插图啊，一直到后面还有一些线稿，这个是 Ultramagus 我随便翻的啊，G1 的造型。那我顺便提一下啊，我做这一集的影片之前，其实我有犹豫了一下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内容拍出来。
那后来的话呢，出版社那边是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那他们也欢迎我们做，那所以我就很乐意跟大家分享。你看，这是 BW 里头的人物的大合集，印刷真的是很精美哦。然后反光会有，但是并不刺眼，并不刺眼啊。恐龙王，那这是翻快一点的话，就是有一些甚至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插图啊，非常非常的棒啊。灵修之证这个 Bokeh 还有 Ratchet。那还有这些，这个应该是哪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这个玩具，我有看过啊。总而言之，它的收入呢是非常的完整的。这个玩具有推出过，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。anyway， 那这个，书皮啊，摸起来质感真的是蛮棒的。那除了这些之外，其实它的内容还相当的多。这里有一个这个。里头的话呢是有狂派跟博派的这个标志，里头是类似石头还是什么硬的东西，那硬的东西我身上已经有了，我就不需要跟各位讲这个了啊，我是说我的肝啊，不是其他的东西啊。那它里头的话呢，我记得还呢，这个还有一层东西啊，这个最后啊把这个东西都拿出来之后呢，里头才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最最最最最主要的产品啊、哦、把它给拿出来。那我们在看最后这本书之前啊，相对应我们的封盒子的内侧是 Audaba 的成员，这里面就是 Decepticon 的成员啊，里头就是狂派的大家族们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来到了这一本啊，也是我们这一次主要跟大家讲的变形金刚视觉史。封面的话呢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，这个转个方向啊，就是狂派跟博派，这个很能勾起我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啊，我们小时候这种是非常能够唬到小朋友的，很棒，对不对，这个书的封面这样子。那这里的话呢，这里看到吗，这里有一个这是号码牌吧，应该就是我是0815号。那因为这是有发起众筹的，所以你有买的人都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编号是属于你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书的侧面，其实这翻开的书面可是连这个地方啊都有印上了特殊的造型，就是一个宇宙空间。好，那封底的话呢啊，是最新的，也不能讲最新的，现在已经有大黄蜂独立电影的 OP 了，啊，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最后选择是骑士欧科波文，可能当时众筹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没有大黄蜂独立电影啊？因为我觉得怎么样也轮不到骑士住啊，对吧？好，那内容的话呢，就是其实也都是，就是变形金刚的一些书的一些插图啊什么的，我们就翻个几页给各位看，当然前面会有一些绘师们的，这个字界啊什么的，啊，这是很早期巨蟒的天火啊，狂派的主要的三个重要的角色啊，大力神对吧？还有这几个，泰坦级的铁甲龙啊、福特啊什么的，那我们就死神赛拉啊、萨拉，随便翻几页啊，能翻到什么就给各位讲什么。我认得就跟各位说，这个是 BW 的魔鬼鱼吧，然后火龙王，那这里是 BW 系列啊，然后淋巴动画的人物造型真的是很特别啊，然后就是刚刚的那张封面了啊，这页，这个是领袖的挑战啊。龙虾、青蛙啊，这些玩具其实我们都有做过，还有这个橘色的有点大叔感的 Drift， 就翻翻这些啊，这是大力 Omega 对吧，翻成这些插图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回忆啊、故事啊，可以说啊，这个真的很久了，都是非常久以前的插图。 Shockwave 恐龙金刚啊，随便翻几页你会发现都是非常精美的插图，那印刷各位也都能够看到了啊。好啦，内容真的是太多太多啊。OK， 后面还有一些漫画风格的东西。好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我记得它的一个
众筹吧，它的一个最后我要说什么啊？这些就是最后就是这些啊，发起众筹的朋友的名单。那狂派里头啊，你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啊，胡福骑射啊。好，那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啊，我翻了40几分钟，没有办法把它看完啊，实在是太多东西了。那很棒的一本书，那也辛苦出版社这么用心的做编辑，那后面的这些制作的东西也是非常的精良。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，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纸质品啊，但是内容物确实是比较多啊。我想我还是把它拿出来好了啊，顺便还是，既然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，我们就把它这一份的话呢，也是收入在盒子里头的，那只是我另外把它拿出来，顺便讲讲好了。可能会再勾起一些朋友的回忆啊，因为它里头，哎呦，东西掉下去了，没关系啊，待会我们再捡吧。这个春节期间啊，大家注意自己出门的安全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些这些纸制品的东西，小的东西开始吧，然后。这是一张卡片，那这一侧的话呢是 G1 造型的 OP， 翻到另外一侧呢，这是一个骑士科波文，这个骑士科波文的动作，这个很帅啊，这个比较类似于是第四集的 ending， 他要飞到宇宙去，对不对？要找这个 Unicron 算账吧，这个应该是网友涂鸦的一个头像吧啊。这个可以转印的样子，那么这是一份，我也不知道像什么，像邮票的东西啊，很有感觉，非常非常，对，有打动，像是邮票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，这应该是我看起来应该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没入坑，2007年的电影的门票啊，上面还有写着，这上面写的是。也戏院的一个，那个时候票价一张是人民币是70块钱，啊，这个影院在哪我是不知道，可能是当时的电影票呢，把它啊做一个保存。那么另外，这个有点意思，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，这是这个超能勇士，那但它的背后是什么呢？背后是功课表，对，课程表，这个。要是我们小时候也会喜欢，就是你喜欢的卡通，然后它的，对不对？印在后面有这个课表，那这个也是电影票，啊，应该是当时有留下来的。看了一下，这个戏院是在北京华星国际影城，啊，没有机会去过啊。然后这是一份，他们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最后众筹到了77万，不对啊，这个众筹金额是这个百千万十万77万，啊900块钱啊，这是，这些喜欢变形金刚的迷友们共同努力的。那里头就是一封写给迷友们的一个信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这些都是 G1 的造型的贴纸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。变形金刚大电影的一个海，这个不是当年的海报了，这个是首播15周年纪念，啊，这个所谓的射天五人组，射天五人组，那最后是一张超巨大的海报，它其实它里头分成好几个，好几个主题在里头，那都是插图，非常的好看，那就非常感谢这一次。这位名叫10的微信上面的好朋友，为我的话呢，因为我在台湾，这个讯息我是不太会去接收到的。那非常感谢你直接帮我，付了这笔众筹的费用，让我的名字也能留在这本书上面。那实际的成品，也非常的好看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。那感谢出版社各位朋友们的努力啊，你们为变形金刚的这个文化呢。注入了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利用除夕的晚上啊，跟各位做这个分享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